我要找我专家学的相片。我一个人，但是我看到相片吼，我爸爸、我妈妈、啊，我哥哥、我姐姐啊，上上看的吼，啊我吼啊，当然咧看，我心里就感觉足爽快、足安慰。就是讲吼，我吼一定要找一本迄、那个去野外求生的迄个手册，吼。啊去吼，我到遐吼看是要拍蜡，唔对，嘛无啥物物件吼，还讲看要买啥物物件，啥物物件通去食，非得我变到挖入去。吼，这大唔拢足趣味，看这大学生伊伫遐咧想。不过，那你要做啥？这个问题常常在咱的头壳内面底下咧思考，我相信，先看卖咧。我会记得，当我对头一届对嘉义要到台北读册的时阵，要去上大学读册的时阵，我逐项拢要扎，啊，所以一家行李无够，我都爱搁掼手掼的，啊，搁掼真侪物件，掼到尾啊，我妈妈带我头壳缩缩来讲。囝，遐有通啊买啦，吼，唔免烦恼到你炸到遐侪物件。今日啦吼，我今仔日我要去开会，还是要去什么所在的时阵，我咧看物件无同款啦，是不是？咱少年的时阵，甲咱有一寡年岁的时阵，还是咱经历人生的侪侪只的事了后。可能咱的选择也不同款。我有听见，咱有人讲，我宁可要用一千万来换一个人的性命。咱少年的时候，有可能我要用性命来换一千万，有钱就好。但是到这情形的时阵，我发觉讲，我宁可我知影什么对我一生来讲较重要。哇！咱大家等于想看卖咧，在咱人生中间，你若准会当炸三下物件，你真正要炸啥？昨咱伫遮一个足水的对数礼拜，个别礼拜，军人的这个别礼拜，伊46岁，一个真优秀、真杰出的一个医生，就安尼来离开，可能心真艰苦。就是，亲像拄则我问咱迄个问题，那个倒变过来想看卖的时阵，有一天，哦，咱伫遮，你是主角，你想看卖咧，你其他人对咱讲啥物三句话？这人紧走紧好，是不是安尼？或者是讲，阮做唔甘，还是阮做听的，还是讲啊？如果有一天老人，若准讲会当讲三句话，你期待迄天人要对咱讲啥物？现在这两个问题真类似，但常常拢会帮助咱去思考。咱活着的意义，咱活着的目的，咱活着的选择，咱的日子，咱的伫在生伫咱世间的日子，甲成一个足长足长足长。但事实上，咱拢是咧空荡，拢是咧倒数。亲像咧过年的时阵，你伫迄个 Times Square 伫遐讲，十、九、八、一日生，其实咱大家拢是安尼。不管你的年岁，咱大家人拢是咧空荡。你空荡的时阵，你想看，你要你手内当摕到什么物件，你认为上重要的？在你空荡的中间，你想看嘛呢？你期待等咱有一天来见到耶稣的时阵，耶稣要对咱讲啥？讲什么话？信仰文书甲互相服侍是咱今年诶，在年度诶主题。
牧师连续过来的，过来的两礼拜中间，牧师会进一步佮深入，佮咱大家来思考。不过，唔通袂记哩，我做期待咱会当，做期待咱当家己登去变圣经。伫希伯来书第十章的24-25，以及咱今日所读佮读的这个彼得前书第4章17-11，即个圣经你去读看卖咧，先看卖咧。当主耶稣这两个作者拢在讲，主耶稣要佮再来的时阵，你要用什么态度来准备迎接主耶稣？这真重要。真重要的态度就是彼得前书的第4章17跟我们说，凡人书都要荣耀上帝，凡人书都是要追求上帝会得到荣光。我想这是我们真重要的要去思考的书。我们要读过卡耐基的书吗？卡耐基你说到人际关系，第二卡耐基伊是伫美国来讲是真出名，也是伫真侪国家来讲是世界级的有关人甲人中间的迄个关系的这册。我期待你若有时间去看伊的册。伊有一句话啊，影响着牧师娘，甲影响着我不止大，就是讲生活是对思想造成的。咱的生活是对咱安怎咧想造成的。咱安那咧想，会决定咱的态度，人生的态度。思考影响着咱的态度，咱的态度影响着咱安那咧活。用安尼，我要再讲一句话：，咱看代志，咱的思考，还是咱的态度，会决定咱的观度。我有前一个，我有一个这个教授，人 AA 啊，我还记得伊叫伊是斯里兰卡的人，人 A 比我更加 A， 但是伊的态度、伊学问、甲伊咧听学生的，阮大家人看到伊，再比伊加两粒头的，再美国学生甲阮做伙的时阵，阮看到伊是感觉讲，伊是一个 giant。因为阮大家尊敬伊，你要看到迄足老的人，但是你才看一个安尼尔，捌无 ？Yes。你要看到迄个真互人通去尊敬的人，不管伊官多是安那，但是伊的态度、伊的人生，你尊敬伊。现在证明，咱今仔做基督徒的人，咱的生活的态度，咱的服侍态度，我要同你讲。决定咱的属灵的性命。你觉得这基督徒应该有诶这个性命的态度，应该有参悟的属灵的态度，应该就传福音的这个态度，容易影响着咱啊，决定咱属灵的性命。今日咱有新音甲旧音应该是新任的新任，也未无头一届担任做长老甲执事的人，以及总是新要就任，而且长老执事去担纲，咱有这个意识，牧师要提醒咱每一位在新任的中职担纲，以及也阁是现任的中职担纲，我咱大家好好去想看卖咧。用这个主题叫做善用恩赐，互相来服侍。想看卖咧，想看卖咧，咱的服侍态度会影响到咱服侍的结果，来决定咱所做是咪得到上帝的欢喜，得到上帝的感动。哥罗西书，你当个先写起来。哥罗西书3章23节，我常常爱带咱提醒。哥罗西书3章23节，咱讲啥？就讲咱无论做啥物，咱拢通对心内来做，亲像是为着主在做，唔是为着人在做。
或者过咱所有服侍的对象，咱所有服侍的气力，咱所有服侍的官兵，拢是对主耶稣基督来。是当咱开始咧服侍的时阵，就开始咱单位作祟的，但思想无都都是健康。咱做个老官，啊，互人安那？好、哦，是你伫外面拢看得到安尼，但是你搭伫咱的教会，伫教会咧服侍，你看为主做工无空空，为主做工。无空空，真正遐即摆看到牧师挂即个store， 即个咱叫做披肩，还是即个 store 的时阵，讲牧师即条足水的，啊，其实是即条是 handmade， 是手工去做的，但是伫迄中间的时阵，其实我常常足爱挂即条，一个真重要，一个。啊！因素是提醒我，你看到一只老鹰，啊！咱圣经内面有一个记载是对对，你有印象无？以赛亚书第四十章，登记变化嘛，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，咱讲啥？少年的也会生，老的嘛也会生，同总是。第四以赛亚四十章第三十一节，咱讲讲，迄个听候耶和华上帝的人，要重新得到气力，因为亲像鹰鸟天翅飞悬，未野也未生。I did not put into my English my sermon, but that's Isaiah 40.28 to 31。我咱等下想看卖呢，这个常常是我对我家己的一个提醒。咱单位叫做听候，啊，咱新约本的圣经已经来翻译做讲瓦克。不管是听候还是瓦克，在这中间一个真重要的态度就是，咱的服侍是咱个别，什么人是头，什么人是主。主耶稣，咱的上帝是咱的主，是咱服侍的对象。啊，因为安尼，我嘛要对咱在座每一位向你做卖挑战，唔是只系说，只系当工服侍当工，人家需要讲，哦，我有一个好的态度，敬畏上帝的态度，啊，底下来服侍主，做别项代志，那就拢咧为着主咧做一样。咱每一位，咱每一位向你做卖，等你看见教会。咱的建筑物内边有甚物款垃圾的所在，一个所在你若捡起来，你为着主耶稣基督来做。当你去到个外面，也是伫教会内边听见有人甲人甲中间迄个袂好势的时阵，你会当做一个互人互相中间和解，互人伫遐互相去等下伫主的面前，咱互相唔通袂记你起初的疼，以即款的事的时阵。你是咧为着主咧做，但这段圣经在彼得前书第四章，咱提醒讲，咱拢有济济无同款的恩赐，咱每一个人唔是只有在当工，因有在恩赐，在上帝恩赐是要给每一个人的。那安尼，咱每一个人有这恩赐的时候，唔通别记哩，咱就互相底下运用咱无同款的恩赐，底下咱互相来服侍。阮上帝祝福咱，毋是只有祝福才会动工，才会中一动工嘛，祝福咱在座每一位。在咱新的一年，想看卖咧，你的选择是啥？你有啥物看？你的信仰的态度、信外的态度，你的选择是啥？你愿意将上帝给咱的这文书，提来，咱做回来分享，来祈祷耶稣基督的圣躯，就是教会。用上帝给咱的这些文书底下，咱互相来分享，来为着更加侪人通底下得到救，你欢喜来付出，但是要祈祷。